塞我。今日两百块大只先来，大只先来。今日啦，大只先来。十六，十六斤啊！哎，两百，好啊，好，老师哦，起啦，十八斤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把你十啦，同款啦，两百块啦，今年两只啦，两只无啊，你到底几斤？十斤啊，无就十斤啊，时间到啊，看无。来，同款大车嘛，二十车。哎，两百，两百，太好了。哎，这个车呀，哦，三米，八七啦，正啊，哎，三米啊，太好啊，哎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呀，啥好了啊？这阿姨在里面会等到八十了。来的，我们看后面的，哎，两百，这个有很多了，对。哎，两百，这个有，这阿姨会等到八十了，对。这个垃圾，他刚才有讲他今天补货的时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刚才有讲他今天补了多少钱的货？你看什么时候有讲？两百够人来无？两百，两百。他搞货，你又知影多少钱？他补货了，赶快要开车了。真在啊！跟你讲，时间够，注意时间啦。来，这块大概二十只。无啊，最后收一只啦。最后，最后，最后可能挂上来啦。最后，最后，可能挂上来啦。哎，能挂几年啦？你两百搞买几个大只，拢卖十四只的。差不多接近四只，差不多接近四只。我今年阮阿姨还要搁带订婚，今年。拿了十八，拿了二十只。接近四十，然后这边200、300、250、200、300、500这样卖。八，来二十八，哎，两百个先来了。哎，好正哎。两百有无？两百。两百，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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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电话要买一百无，我要买一百无，今日来一百，赶快，无收啊，无啊，一百块有啊，一百，一百有无？赶快啦，十只啦，哎，边个进来？进来，我那边阿姨要买一份啊！哎呦，鱼花一百一百的，进来进来，一百一百，哎呀，这买耶，都几百啦？你是看要不要坐？要坐，大姑要四百，鱿鱼花要四百，忙做一个蕉，你大姑是不管了？我唔知好啦，我知，啊你好，你个拢做一份啦。你这里不准。够人来无？无啊，最后一箱啊，最后一箱啊，这个较济，你家来啊。哎，伊把你看较少，看别人较济，留十支哦。对啊，甲看嘛一百个。对啊，转你牌啦，哎呀，转你牌啊。够啊，无啊，无我啊。前面。无啊，都上啊。阿健，来，够啊。啊！糖片啊，面好吃啊，面脆脆好吃啊。一百啦，够人来无？一百块。我冇动口啊，拜托。一百个给你吹着吹着，老好吃啊，一百啦。你硬给吹着，你都冇。哎呐。我要
还有五百啊？你也不要去啊，五百好想买的，最好都是内货，收啊，我来买，我来收啊，五百好想买，五百块。当什么东西放？叫你好，有啥会啊？卖好便宜，我五百先来五百，五百我一个，五百块，这两只股来五百好有无？五百来头前只来个真厉害，卖多多。哦，我爱见你啊，还一点哦，时间够了，不见你。他帮你煮好料理，一只是一千多块、啊。好，我这卖掉就贵了。餐厅一只会都可能关卖了，一千多块哦。清蒸的，煮汤，反正你不要把它拿去用煎的就好了。怎么煮都可以，就不要把它拿去用煎的了。拢无饲哦，这无幼饲哦，你们都有幼饲，这拢无幼饲的，拢无幼饲哦，加一支中棍尔。拜托一个，拜托一个。就刚刚两片啊，卖老皮，搁两百上来，搁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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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无？较紧的，搁有无？搁来，搁有无？紧的，紧的，赶时间，赶时间，搁紧的，我再卖只皮带去。啊，我先跟你讲啊，过来了，你要食啥哦？拢会使讲，哦，我有爱插你，啊，雪油啦，雪茄啦。行啦，这两项卖了，本来恁讲啥讲歹啥，我拢歹插你啦。我先卖我的啦，然后我拢在讲好好好，但是我袂插你啊。来，过来，较紧嘞，较紧嘞啦。最后搁抢一箱啦。来啦，搁来搁两百箱，来两百块有无？石膏缸啊，都用吹了，搁两百有无？两百我问一下，十五公我袂来骗，加照销，照销这种鱼也袂敢骗嘞。这条鱼啊，就只搁两百箱，来两百块。
两百来，一月两月来，去三月又来，四月又来，赶快就去五月过来两百，我先来两百块，卖到拢无行情，也较紧好啊，上紧的。十一点了，十一点了，不点，我下午很忙。哎，还要跑黑猫，还要跑油曲，还要跑五军塔，跑来跑去的，快点快点，回到家都两点多了，来三。是，来五只过来，两百个上来，最后阁是介无，我着四块七，两三无人来啊吼，上高高无人来啊吼啊，来佛祖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较紧的，耳朵又来，耳朵伊这边介绍这二月咯，等于用这个用啊，用这个药啊，最简单嘞，哦，耳朵为了随袂衰去啊，伊等偌济，等我头两分钟了，好无，拜托，上我较紧的，较紧惊袂坏。这是地外乡啊，大地二迄落大啊内五千块啊，这我好吃啦。加这三地，总共包装卖你三百块啊。四地来，这五地来，这六地来开三百，真系。六地三百，一年五张，两三百，我先买白带。我先讲白带的，四地我上去，我请来三百，了三百块，先买。我见你，无人我收啊哦，三百，一、两、三来，我来说赶紧来，阿姨来，我算你来，不许伊哦来，许伊来，许伊来。哎，五百块啦，吼，阿姨啊，摕钱拢加着，谢谢，感谢你，五百了嘞，哎，哎，可能要算伊个咯，今年我赶时间，五百都有无，要利用吹了啊，一地、两地、三地，还是四地过来，搁五百有无？昨天人就说，哦，现在我只是想要开三百，还搁五百有无？五百块，还有没有人要五百？我之后再卖你，五百，没有问题，五百有无？五百块，我有你听看喏。你叫是安怎？叫是安怎？啊！鱿鱼哦，你哦，哦，你看你要啥？啊！摆摊啊！啊！恁老师这头先来啦，一堆头啦，一堆头啦，这头先来啦，一条两条来啦，这一条我公平啦，无三百，这我绝对唔过啦，来三条四条来啦，一条三百四条为你千二啊，对不？一千块了，想买啦，四千啊，一千啊，八百啦，五百块了，想买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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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百了，想买。好啊，好啊，我问者，你有要买鱼啊？老的，无要买鱼啊？是等于出门啊？是不是啊？十一点啊？我嘛要回来啊，去咧。大家卖个蛋。去外面吃的。大家卖个蛋啊。招式很高的吗？哎呀，这盘拢卖你好不？没有什么恶意。啊，无你卖五百块，好不？卖五百，啊，慢慢卖啊，那白青呢？白青要搞卖三百，都是冷冻的吗？冷冻的不好。卖五百，今年我这两年来大概看了一千次。来起来，哎，落过来，哎，来七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。这两年来大概看了一千次。五位来，六位来，七位来，八位来，位下来，九位来，十位来。还在捞的油啦，那个我自己穿些水下去，自己抓着最高最新鲜的。够啦。搞过无搞无啊？我无搞啊！我搞了，后来啦，这两个都十二啊，这二十二位啊，二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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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啊，来了，我这同意我发货了，够人来无？快快赔钱够无？买到你手里面，买个西瓜给你，你敢吃吗？够五百有无？我不问价，赔钱够人来无？今年黑尾鱼，拢买袂落哦，抓回来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你敢吃吗？你食啥？冷冻。今年哦，我是今早把脾气变成火。来，来是，来，黑尾鱼去抓回来要一个礼拜，三百块三百对吧？三百块，它是冷冻的。二十五位，二十五除以五了的，五嘛对吧？对啊，五啊，对吧？所以这里那十二位嘛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来三百先买，再见。那个饭啊，三百有无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谢谢我们礼拜托的，你们吃啥？你讲我，我这也怪，我那也怪。我个房价起来贵，本来没人买，我个西瓜买少钱啊。猪也有冷冻的啊，鸡肉也有冷冻的啊，冷冻的不好。这首先来，这首叫粗来那边啊，后面粗来那边有一大片的。这顿去用这个用啊，用鸡的，我只做仓库做红烧肉锅去，自己种起来，自己养。你有什么先来见的？我少钱啊，平，那个叫你买五百三百，免啊，贵去啊。这我买袂落啊，我看你这个无，来个见的来。你们家先买的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啊，有无？两百块赚钱钱的啦，两百块多少啦？两百块，两百块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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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
侪啦，真侪安尼无多啊，无多啊，人讲一年卖房一年少人就是安尼个无多，哦，卖房一年佫卖人个，佫无人搞五千块，卖房好人个，人搞五千块啊，错晒啊，错晒啊，冷冻的不要吃啊，哎，这个十三块都变起来，你看我六十七岁卖嘛，是一只买一只上侪啊，你若是买五块两百块上侪无啊，你佫嫌伤少，佫袂便宜，可能八千块了，百块啊，你哪有说一箱卖房，一箱才卖几个钱，能杀三个？三个四个，哇，够晒了吧？一箱卖钞，卖无一千块啊！啊，你是要安怎？一箱鱼也卖无一千块，是哪生活？搁有人卖无，搁两百箱卖两百块，搁一两百，来搁有无？来，较紧的啦！搁有无？搁有无？你讲。这订购无？订购来啦！紧的赶时间的啦！你买你买一下，赶紧搞，我讲的，我紧买你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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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买你
高我一百，紧的，我到三倍啊，我就去成交。前半时间少买两份的，你买两份对无？我紧的，快卖啊，卖爽卖啊，再搁送你啊，搁搞送你，对无？没钱啊。市场保证来的，最近不好卖。一百，你老师都看一百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。来。几个位啊？来，还够
且跟前面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跟那个鱼的。哦，是哦，跟那个鱼的，这就是那个鱼的，对啊。伊就是伊就是跟那个。哦，金尾啦，金尾啦。哎，好，买成。买成了，买成了。今年啦，这1,500,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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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,
台湾来，切切你就切了，你切切。所以常住红烧真好食，如果有吃啊，但是就不能无人来。冷冻法就是比较好的、啊。冷冻法不会行，冷冻法无人来。不然干嘛要冷冻技术？我就不懂。烧起了后，要几回你凊彩啊，那烧啊，完成。三百了，来过来三百了。就是说，他们这些鱼上来，他们卖都来不及了。都刚处理好，不到一个礼拜就拿出来卖了。你以为有两年的货？你以为有一两年的货？都快缺货了，一两年。啊，虾米，鲨鱼来，最近那个工厂都满对着，对对着跑，订单一大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处理，来不及弄，来不及处理。过来买啊，200块呀，哦，200块了，一片的，两片的，三片200块了，很管你要不要200块，要不要？200，太贵太多，你要说，太贵太多，你要说吗？说没关系，不会有人骂你，买200，啊。我不会骂你，我现在脾气改很多了，我不会骂人的。干脆200，啊，4块200哇，别够喂，4块。不要骂人，不要骂人。我没有骂你啊，我是在搞笑你啊。哎呀，挂好了，你来过了，三杯你来过了。哎呀，你是我老弟，叫你来哦，你搞我牌，收起来。好啊，还没坏肉啊。好啊。哎，阿彪说抓一只骨头了，只骨头了，来了，骨头都归你了，快。啊！哎，因为两百，你找贵包要便宜，找七八。来，快些！来，前面啦，前面啦，刷鱼出去钓啊！明天会有手法在吗？明天礼拜四，礼拜四他老爸那边比较少拿。然后明天建国市场，我不知道建国市场应该不会有手稿家。因为建筑市场是第一场，这台超级先买的，不会有手稿价。嘉义可能会有，嘉义会有。加拢买几千块了，这套机拢买来几千块买袂了，几千了。哎呀，哎，赵青啊，几千了喂，哎，这台拢买来啊，这两台拢买来几千块了。啊，真正袂贵，恁老师嘞。挂起该挂无，几千块够买我买啊，一千块。你知影几只呀？这三百块，我买只啦，买啦，一年两卖多少啦？啊，我烧啦，我烧我的料，我料啦。哎呀，啊不买买你块代志，凊彩三样的料啦，300块到300块有人买无？200块对啦，两百有无？两百塞去，哎，200块抢去上千二啦。200对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啊你上好，家己拢免买。刘烨又来了。
先不讲柳叶叶啦，柳叶叶先卖，卖够就三百，免啊，两百块，免啊，都加一百来，免啊，一百块对吧？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，给你一百块，一百有无？一百，安怎？安怎？什么代志？一千块抓你不要紧啊，我爱一千个啊，我想爱一千啊，我今日来，我发财去啊！这柳叶一百块无人买啊，你要买两百是吗？各位两百啊，黑各位留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一百块留了，实在啊，好不好？过一百先来，一百块的，太过浓缩啊。这个怎么卖的？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30秒，马上卖，好不好？来，都先来100块，一百留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100块，过一百先来，一百留了，一百。什么鱼噶？这是那个柳叶鱼。啊，今年都是八千买100块了，柳叶鱼是江宝，就是江宝，就是江宝，我一百两，那都行了。就是江宝。谁家没钱过啊？今天人家谁家没钱过啊？一天也是一锅那个面，7-8块就7-8块。对啊，这种大块。7-8块，但你要果粉大，都是这些大的可以。7-8块。我袂卖啊，谢谢啊，你今仔不会，今仔不会拢了钱哦，谢谢啊，你不会收我哦。那这怎么卖？这个还有谁要？在卖，叫他，因为他现在卖更便宜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卖什么价格。3-5斤能杀我？对，我这个。那什么啊？对啦，这个老大哥。全部给你啊，不然我吃不吃得完？吃得完吗？全部给你。没有的呢。啊，没有，不然你买200了，好不好？200块了，这一只哦，马上卖150，两只卖你300了，卖200块就好了，买200，这只再送你200块，三只200了。哇，快一点。300啊。三只200了。对。啊，不好，200块，多了快点来，200块了，一只来，两只来，三只能发货杀价。进来了。因为咯，杀价为能发货，我要不交。哇靠！我不要一样，我不要一样，快过来。快讲，阿伯开始皮啊，会收的都无准收的。可以。我带一个空呀，我200先来呀，200块，200块啊，200块，200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老板请。各位吃什么？你讲，各位吃什么？吃啊！还要吃什么？你们讲话快点点，快点点，花时间啊！来了，好了，来，放来了，放来，放来，放来，快些拢放来了，花时间了。来来来，500块啦，不吃贵500太俗啊，你不要俗哦。我讲嘛，做简单点，钱道理啊，你快人俗就是你不要钱，不要太俗你啊。我不要6只500块，还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人要，我就不要卖了啦。500块有人买不？黄金仓有人买啊？哦，安尼卖贵啊，有人买了卖贵啊，好不？卖同济，好来，你想卖，这不都拢来啦？就这，这菜拢来哦。其他别的话不，怪贵的代志哦，不会不喜欢200块，这菜拢来200块，200块，这拢卖呢，这全部拢卖呢。定位啦，我接袂啦，看是谁啊 ？Hello， 我刚才在签字。无人来哦，只能包无人来哦。当然啦，只能规地包了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四地、这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，我挂进去，不然等于空吞空。没有好过。200块，希望以后可以好一点。200，谢谢啦，感谢你。来啦，安尼啦。我鞋啊卖卖，我要收啊啦，好无？感谢，好，来，我这鞋啊卖卖要收啊，七千，我咧，我跟你开玩笑，开玩笑哟，我咧讲真的哦，300收不来，下次300块，有啥物接300块，无我就收啊，我今年我平价拢无差，300恁那边，来，来，我开价，来，300块好不好？300，300块，OK，300块。来，
来来来，先买先买，啊好，错晒了啦，第一三百块就一位啦，比今天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快就差好多，快挂了，破钱破钱，不就上紧的啦，上紧的不开始骂人啊，开始赶人去啊，哎，我一个问来，不下来讲来。太舒服了，时间拖太久。无啦，无买物件哦。好来，等你煮饭啊，准备啊啦。累了。太轻松了，我等下跟他讲。我一百 ，A B 一百 ，A B 一百，有人来吗？一百，一百，啊，再次 ，A B 一百，来，够人来无 ？A B 一百。那边不卖的意思吗？你搞一搞，你想那里啊？对啊，那收，收了吗？十点半就收了。卖完了？对啊，没有卖完。喂，对啊。下人300万。
还有更大的、啊，今天最大就这样。没有，没有介意啊，我就让他们讲，我不会去回应他们，就是多讲一点没差。双女反正，双女本来就很酸的，就是生意好的时候就等不及了，然后这个话，螃蟹啊，然后偶尔生意好的时候就冲出来啊，太折磨我了。螃蟹100块就好了。都说嘛，在嚣张啊，小块头很酷啊，所以这样。为了吃，消炎代表他们人气够好才会有酸的。如果你是那种没有什么人气的，加油加油加油再加油再加油再加油！再加油再加油啊，通常人气比较好就会说，他那么贵啊，也没卖完啦，去多消单啊，那这样也卖不出去。老实说，那些帮别人的，他们一天补货的钱都是你，都是你应有的，都是你应有的薪水。所以我不知道，我要算就算吧，我其实我也很奇怪。通常如果你是留言的话，我不会回应你，我就在街上讲的话，我必须要回应你一下，不然会人家会觉得我特别好欺负。啊，因为留言的话大家看不到就没关系。那、啊、你在上面讲的话，如果必须要回应你一下。我们态度也是很硬，没有让你好欺负，你稍微讲一下。就稍微讲一下，可以关播了。OK， 可以关播了。我这里消消掉了。他说他关得好，我也准备差不多了，休息了。现在也蛮晚的，11点半。那明天哈、哦、下午我会去那个建国市场，我会去绕一下，去绕一下，看一下明天建国市场的点在哪里。哎。老实说，那个来酸的都酸了一季就结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，我没有心理，我没有怎样啊。因为他那边，所以一条一条来跟人家聊天是留这些人的人，就是故意要来挑，故意来挑衅的。你稍微回他一下就好，他不敢继续讲。我准备到倒数计时了，五。4、5、3，人家如果真的要挑衅你哦，要稍微回他一下，不然人家会看不起你，觉得啊，再怎么样弄你，你都不敢回应。所以我要稍微讲一下他。一，拜拜，收播，下午见吧，下午见。Thank you.